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弟兄姐妹们，晚上好，主内平安。主日崇拜即将开始，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为主献上，请将手机调至静音。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颂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17篇。下面是敬拜赞美时间，让我们用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请起立。Thank you.
请全体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诵读信经。使读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圣灵玛利亚所生，在
所以我们的生命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第二个，我们的生命要转个弯，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思考一直放在那失败的回忆当中。有的人他今天成功的，他今天大家所仰慕的，但是他一直活在过去那痛苦的日子里面，自己在那泥泞当中走不出来。第三个，上一个礼拜我有唱歌，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但是我把它改了歌词，飞得越高，摔得越重，结果爬不起来。什么意思呢？有的人他飞得很高，哇，越来越高，直冲云霄，结果飞得越高，摔得更重，之后呢，一蹶不振，爬不起来，错了。当我们碰到地面的时候，我们压在谁的上面？我们压在耶稣的身上啊。当我们快要摔死的时候，他在底下当我们的护垫。我们踏在耶稣的身体上面，我们在他的肩膀上面，就好像小孩子爸爸把他架在这个肩头上面，他能够看得越远。就好像我要看整个这一个教堂里面，我如果是这么高度，你想我能够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但是我如果站到台上去，我的高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灵命就搭在上帝的身上，在他抱着我们，甚至我们就像小孩子在爸爸的肩膀上面，我们很高的地方，我们就看得越远。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主转个弯。第四个，我们要寻求这个时代不变的，当然变幻变化莫测的时代，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这不变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上个礼拜我有在问他，八裤七分裤牛仔裤西装双排扣单排扣，单排扣还有一个纽扣，两个纽扣还有三个纽扣，双排扣还有两个，还有四个，还有六个，哇，搞得天旋地转。但是你不要去搞那一些，你就穿着这一套，说不定十年后那个流行又回来了。所以世界虽然多变化，不过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寻求到那永远不变的定律。好，今天我们接下来讲第五个，我们要带看透环境的眼镜来寻找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这个第十九节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周报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三，来，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在这个地方，没人知道上帝他所做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在这个地方，神的脚中没有人知道，但是摩西他看到，约书亚他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洞察力，这就是眼光，不是只有短短的那个视力。因为我们的视力有时候好像近度400度800度，它不是视力，它是眼光，它是洞察力。所以我们需要一副耶稣牌的眼镜，这个眼镜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他奇妙的作为。第六个，我们要含着泪水望天的时候，就能看到彩虹因为泪水，当你流泪的时候，你看出去，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彩虹出现当这个稻米长出来有一个孙子，这个阿嬷的心肝宝贝，拿着弹弓不小心追打麻雀，就把这个祖母的鸭子打死了。每天姐姐就威胁他，哦，帮我挑水，帮我喂鸭子，帮我做什么？你不做哦，没关系，我要跟阿嬷讲，我要跟奶奶讲。
日复一日，他觉得好累哦。有一天晚上，这个孙子悄悄地到祖母的床前去认罪，泪流满面，跟祖母说：“奶奶，我把你的鸭子不小心用弹弓射死了一只。哎呀，我很早就要认罪，但是我怕奶奶你难过，你骂我。”这个奶奶说：“我不止早就知道了，我明明就亲眼看到你用弹弓打死那只鸭子。哇，原来这个孙子他白白的受苦啊！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白白的受苦。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这些困境，其实耶稣不只知道，耶稣早就看到。”我们不也是白白受苦吗？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早就死在十字架上，被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来偿还这一切。所以刚才第五个我们有说我们要戴看透环境的眼镜来寻找道路。第六个，我们说要含着泪水望天才能看到彩虹。那在这边我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一个学弟，他当了牧师之后，他的太太好不容易怀孕，因为有好几次流产，结果怀孕不到六个月就生产了，生出来这个女婴只有一个手掌大。你们有看过生出来的婴儿像手掌那么大吗？六个月应该是活不了吧，七个月才会活，六个月活不了。他流产了好几次啊，那个女婴只有一个手掌大。哇，那个时候他就从台湾的最南端就跑到台湾的最北端，其实也没有多远了，对台湾来讲开车五六个小时都觉得很远。哇，他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啊，大家就问他：“啊，牧师啊，你人这么好，你这么忠心在上帝的教会，为什么上帝会让你遇到这件事啊？”这个王牧师他就笑笑说：“哎呀，不是做牧师就不会碰到这种事情啊，难道是要你们会有的家庭来遇到这种事吗？上帝没有选你们让你们碰到这种事，那选在我的家庭让我碰到，把这个巴掌大的这个女婴当成礼物来送到我家来，上帝有他自然，有自然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只好顺服。”现在我来告诉各位，那个女婴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生命可以转个弯，你可以选择第一个，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觉得天下的人都对不起我，当时我老公，当时我老婆，当时我老板，当时我同事，都是我孩子，都是我爸妈。哇，他把这个推得一干二净。当然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转个弯，看你这个弯是转到哪里去。第一个弯，你可以心态认为你自己受害者，甚至责备上帝，怨恨上帝，上帝啊，我当牧师没好见证啊，你给我一个婴儿巴掌大的，他流产好几次，拼了老命啊，拼命才生了这么一个啊，六个月啊，你叫我怎么做见证啊？说上帝不爱我们啊？没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在那边四百年，叫苦连天，到后来这个法老王让他们做砖块，连做砖块的材料都给他们，就来带他们要做比原来更多的分量，做这些成品出来，没有材料还要做更多的砖块，你说这不是很难过吗？所以他们就离开埃及，上帝命令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走过旷野走多久？走40年。那个路程依照这个走路慢慢走，大概10天到15天能够走得到的地方，就算200万这个大军跟老弱妇孺一共，一个月够了吧？他们走了多久？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转个弯，转到哪里去？
可能要愤怒、埋怨、不满、计较，这就是指责上帝。所以到后来，他们没有一个在埃及出生的，没有一个能够进入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加勒，其他的他们就死在埃及的，就死在这个荒野上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推卸责任，很简单。但是我们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停摆了，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再有成长的空间了，只会变得腐烂、锈坏、发臭。所以我们的生命转个弯，不是转到愤怒、埋怨、不满、归咎别人，而是我们转个弯是什么样的弯？是积极乐观的态度。有一个单亲妈妈，好不容易她把她的女儿慢慢的在捏，慢慢的养大了，她就存了一笔钱，哇，要让这个女儿能够到美国，来读书，好歹也拿一个硕士回去。结果她的亲戚就来找他的妈妈说：“我生意失败，是不是能够钱借我？”他说：“我是有钱，但是我的钱也不多，我要存这个钱让我女儿去美国念书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钱借给他的亲戚，哇，他的亲戚就跑掉了。为什么？因为又继续失败下去。哇，这个妈妈很痛苦，很难过，一天到晚睡不着，一天到晚埋怨。结果这个女人她怎么说呢？她说：“妈妈，钱没有了，再赚就好吧。如果你因为失去了这些钱，又失去了你的健康而生病，反而让我更担心。为什么失去了钱，还要选择失去了你的健康呢？”对，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失去那些东西，我们还要让自己失去了我们健康，我们还要让自己失去了快乐。后来这个妈妈想一想，哇，说的也是哈，好吧，要让你去读硕士，读两年、三年的钱没有，那总好吧，就让你去读三个月好了，去游学哈，游学我们，我以前也曾经到美国来游学，游完之后才学，但是我是游完之后什么都不学的。不过这个女人她也很乖啊，她游学到美国来。他游学只三个月之后回去，不是一个人回去哦，他一个人来，两个人回去，他带了一个老美啊，带了一个白人回去结婚的。哇，他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的女儿如果真的顺遂，能够在这边读研究所，可能婚姻没有什么着落。结果因为这个钱被倒了。他愿意来接受神给他这个环境的训练，所以他虽然让女儿只来三个月的游学，但是神给他的报偿，因为他在这个生命转个弯的时候，上帝来恩待他。所以第七个，最后一个，我们生命转个弯之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也转个弯。有一次，有一家医院，这个妈妈，她的孩子因着车祸严重死掉，她很难过。但是后来她走出来了，因为那个医院是基督教医院，所以她就在那个医院里面做义工，她都来安慰这些这个车祸受伤严重或者伤亡的人，她的家属。有一次，他在安慰一个人，也一样，他的孩子因为严重的车祸死亡，这个妈妈去安慰他的时候，这个家长他很愤怒地说：“你根本都不知道我的难处嘛！你如果像我这样，你就知道了啦！我的孩子死掉了，我怎么办？”哇，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喷完之后，这个妈妈等他讲完之后说。我当然知道你的难过，因为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死掉。我跟你说，我当时比你更愤怒，我比你更埋怨，我比你更不满。
但是耶稣爱我，他让我走出来。我相信我能走出来，你也一定能走出来。我相信当时这个单亲妈妈，她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她一定安慰不了这一个她的孩子也受了这个车祸重伤死掉的这个妈妈。她现身说法，她说：“我知道，我经过，我也胜过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曾经走过，我们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刚才我们所念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七十七篇二十节上来：你常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上帝他的手出现，让亚伦、让摩西，他们能够在他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都越过胜过。他们转个弯之后，他们也带领着以色列百姓200万人从埃及走过旷野，到达迦南地。约伯他的生命也因为他转个弯而成为很多人的安慰。结论来说，愿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清楚认识独一全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万物的本源，赐福人的神。生命不是一直沉下去，是可以转弯的。也许我们在人生上半场沉下去，但是盼望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下半场又可以开锚的。只要你的生命愿意为主转个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愿你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力，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环境我们抱怨，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困境指责东指责西，但是主，你让我们知道，凡是出于你的，你必定有你的美意跟安排。主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一切，我们要说主，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旨意里面，因为你让我们碰到更多的难处，是要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胜过这一切。胜过之后，我们要说阿爸父，谢谢你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有力量迈向前面的挑战。主，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在困难当中转个弯，得到神的祝福，无穷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家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证道，下面让我们一起献上回应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弟兄姐妹们，请起立。将你有永生。
Thank you.